龙夜夜秀，各位观众不要用那种眼神看我，我跟九妹不认识，我跟雷拉也不认识。D 卡的免费仔们，请不要退订我，我没有发限动去声援朋友，我没有发限动声援吸毒犯。而且虽然我身为美式深夜秀主持人，我没有吸过大麻，很奇怪耶。But I know that you own a weed company, so you might actually have, you might be able to tell me, maybe I was smoking the wrong stuff. Yeah. You know,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What would you, you know me, what would you want me smoking? Hey, 国外来宾竟然可以直接递大麻烟给主持人耶，我们也没有输啦。马上进入蹦里面。哎！哎，我本来要做 A 台湾黑道的，被搞到临时换题目。夜夜秀就跟毒品一样，让我体重变轻，三天不睡觉，还让政府很头痛。我们先说好哦，这一集的 A 大麻，我们要讨论大麻该不该合法。如果你想要看这些，等一下可以左转去看这些友台影片，他们都有很详细的合法化论点。我们上周没有录影，我撑不过这些人，你知道吗？所以这一集的 A， 我会偏向以政府执法单位的角度来讨论大麻。首先，吸大麻的好处有什么呢？我没有吸过，我全部都不知道哦。所以这一集我们访问了全台湾最了解大麻的律师，绿党党主席李金奇律师。你好，想先问一下，大麻在台湾是毒品，是？那它到底有什么好处？吸的会怎么样？它会在治疗这个促进食欲的方面是有非常显著的效果。那另外就是止痛，慢性疼痛的方面。跟酒精比起来，好处是说它对我来说是可以替代酒精的，而且它没热量。酒精的热量很高。大麻是没有热量的。吸大麻好处不少哎，除了舒眠止痛、促进食欲之外，还有刺激灵感，让你创作一支发烧影片。好处就这样了，我不说了。我们今天都来讲吸大麻的坏处有什么好了。没错，这是一支让你可以好好教小孩的 YouTube 影片。大麻种类早期分成两种 ，Indica 和 Sativa。听我这个破发音，再度证明我没有吸过。这两种的差异是 ，Indica 抽的会想睡觉 ，Sativa 抽的会嗨。但实际上，这个区分方式现在很不精准了，因为大麻经过几百年的杂交配种，已经没有办法从品种判断浓度了。有些大麻商为了卖更好的价钱，甚至会用温室来栽培大麻。让你会兴奋的大麻成分 THC 浓度已经突破天际了。She was slurring her words. She wouldn't wake up. Sydney smoked weed when she was younger and says she couldn't believe her daughter Jasmine's reaction was from marijuana. The cannabis choices are growing too, with new products like Wax or Shatter now available. They're sold in fruity flavors and have levels of THC, the compound in marijuana that makes you high, that can be 8 times higher than the pot of 20 years ago. 大麻浓度成长到八倍。台南人觉得还好，反正那个登革热喷药都到30倍了。而大麻加工食品也造成了不少问题，商人会提炼大麻油加到食物里面，例如大麻巧克力、大麻饼干、大麻软糖。所以国外一天到晚发生误食的案例。My friend comes in the room and she goes, "Hey, did you see a lemonade? Yeah, I drank it." And she goes, "Oh my God, you drank my cannabis."Lemonade. Who has cannabis lemonade? Oliver had managed to open this tin containing edible cannabis gummies. To him, it looked like candy. Within an hour, he was in the hospital, and doctors determined that he had THC in his system. 原来美国儿童也会吃毒，不是只有新北市哦。吃大麻跟护大麻最大的差别是用吃的，通常需要消化半小时以上才会有 feel。很多人因为没有马上有 feel， 就会吃更多大麻，导致药效开始发作的时候就来不及喽。而这个来不及喽，也是陈志涵在密室协商外的心情。泰国在去年宣布大麻合法化之后，呼大麻进医院人数增加了五倍，让政府开始积极检讨。我们来看一下泰国的地方新闻。กลับมาที่บ้านเรานะครับมาดูประเด็นเกี่ยวกับกัญชากันบ้างนะครับหลังจากที่ทางด้านพรรคก้าวไกลเองก็มีแนวคิดนะครับในการนำกัญชากลับไปเป็นยาเสพติดครับ有人听得懂吗？我们团队没有人听得懂泰文，但好险，现在是 AI 的时代，我们用了 AI 翻译成中文，再加上 AI 的自动配音，再看一次。三位基本身有一个想法，服用勘察病成为 septic 药丸。在故事中是什么？发现与送抗生的人进行了讨论，
这是相当空洞的。对空抗生的亚可入基，有同意也有不同意。卡查空卡利协会的成立是为了配合正确使用大麻。在治疗疾病时，他们坚持认为他们不同意携带大麻。这个 AI 也太歧视了吧！而且你们刚刚都在笑，你们也很歧视哦。他乱翻译耶，那咖喱协会是什么？那是印度吧？总而言之，我们知道泰国大麻滥用之后，有政府官员开始提草案，检讨要限制使用。然后泰国众议院有人同意，有人不同意。而最新消息是，泰国总理提出半年内即将禁止娱乐大麻了。但同时，泰国上周也开放台湾免签证哦，大家要好好把握时间。艾丽莎莎已经开团了。到底为什么大麻在台湾是违法的呢？当时这可能跟美国禁毒政策有关啦。那在大概在1950年代，安斯林格那时候毒品战争的时候，那台湾就被扫到嘛。美国的禁毒是全世界的禁毒，对，所以他们禁，他们就不希望其他国家有，他们就去拉兵其他国家。所以我们当时觉得是被扫到。美国禁毒不是因为毒品不好，其实是因为种族歧视。20世纪初的时候，因为美国人对墨西哥人来抢工作很反感，大麻又来自于墨西哥，于是开始在媒体上强调大麻会引发犯罪。1925年，《纽约时报》有一篇报道，标题是“呼麻的墨西哥人手持屠刀失控杀了6个人”，或者拍得像是《River Manners》的电影，描述呼了大麻就会把杀人啊、强奸啊化为等号。简单说，就是把呼大麻的墨西哥人视同犯罪。但100年后的今天，在美国，人手一根大麻烟，似乎已经变成了很酷的象征。I mean, it's legal, right? It's totally legal. Okay. There's tobacco and marijuana in there.That's all it is. You have a man who rolls you blunts. Yes. Yes. How do you figure out a salary for this guy? That's somewhere between $40,000 and $50,000 a year. 可惜台湾没有卷大麻烟这一行，但台湾歌手会卷舌，倒是可以赚很多啦。但美国对大麻的态度已经松绑许多。台湾到21世纪还在禁止大麻的原因，到底是为什么？很简单，我们为什么不这么做？不会去开放大麻。即便医学上现在已经，也许有人医学上证明说，那对人体的伤害可能会比香烟不伤上下而已。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这么做？很简单嘛，部长，我相信你知道这个答案是很简单的嘛。我们认为这个当然是不道德的嘛，简单的讲嘛。那香烟就道德吗？那超买香烟就道德吗？台湾政府抄袭美国禁大麻的法律。但民间却开始跟风美国吸大麻的风气。桃园龙潭区联合破获这一起台湾弃毒史上最大宗的非法大麻种植。南投竹山警方侦破一件大麻案，嫌犯在竹山租来一片菜园种大麻。但新北市有一名男子在他的阳台上面种大麻。你可以种烟草吗？那颗是种子孵出来的。只有你的种子孵得出大麻？种子通哦。资料指出，台湾查缉大麻的数量越来越多。从2006到2016，10年内查获的大麻只有60公斤，但到2017年，一年当中就查获了500公斤的大麻，一年查获量是前面10年加起来的8倍。但奇怪的是，被抓到吸大麻人数却没有变多啊。根据最新统计数据，前年一共查获超过240公斤大麻，使用人数大约458人。去年开始疫情解封后，更是一口气飙破1000多公斤。今年截至4月也有434公斤，但使用人数却没有提高。原来就是因为大麻有特定的使用族群。其实高端人士来讲，已经早就已经行之有年了，他们都很低调，都在私人高级会所里面吸食。我就知道高端一定有问题。因为大麻很贵，社会地位高的人才会使用大麻。社会地位高的人通常又很难抓到，除非你被抓的人真的很诚实。余祥玄当年10几岁，在台湾的一个夜店被查到的时候，不是不是，我去看电影，其实我是去看电影。看电影，然后我在楼下，警察问我，然后就拿一个烟盒，他说你这里面有什么，我就拿给他，我说 weed 就大麻这样。然后我就上警车了，然后我就记得我到法官那边，法官就问我说你有抽大麻吗？我说有啊，然后这样啊，你有抽吗？然后有，然后哦好，那你就要，我就当天就被送到禁区关了。吸大麻真的会变笨。这一集的 A 大麻到目前为止，你可能有发现我们用的电视新闻影片很少。第一个原因是大麻的新闻片段
记者太呛了。毒品真的很可怕，连在枪林弹雨中穿梭的战地记者也能击败。Burning behind me is 8.5 tons of heroin, opium, hashish, and other narcotics. 第二个原因就是大麻不知道为什么在台湾电视上比我还不受欢迎。首先就是我们的法务部爸爸不喜欢这件事情，所以这也算是媒体自律的一种啦。尤其是传统媒体的记者也很开心啊，财经线啊什么写一大堆回去，最后跟我讲说，不好意思，那个过不了稿。那你可能报道了这个东西，那我以后法务部新闻我就不放新闻给你啊。像侦查中的这些案件，像比如说九妹这一次，这是侦查中案件，一般人不会知道啊。法务部只把独家新闻给听话的记者。那像我们这种不听话的呢，就把法务部做成独家新闻。我们在研究完大麻资料之后，真的很难肯定大麻对人体的伤害，因为除了新闻很少之外，大麻的研究有时候也不可信。像是哈佛和麻省理工收了$900万的捐款，专门用于大麻研究，但是捐款的人却是大麻商人。国际上的大烟草商近年也都开始想要进军大麻市场，导致许多研究计划背后都有利益冲突。而相较之下，没有商业背景的脑神经科学家反倒提出了大麻对人体有害的证据。Well, actually, I published a study on 62,000. This is the world's largest imaging study. 62,000 scans on how the brain ages. And then we looked at what accelerated aging. Schizophrenia was the worst. Your brain looked 10 years older than people who didn't have schizophrenia. The second worst, and it was a surprise for me, was marijuana.Your brain worse than alcohol. Worse than alcohol. Worse than smoking. What? What? 抓到了，表情这么惊讶，主持人一定有在抽。不论大麻好或坏，它在法律定位上也有争议。根据《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二条，毒品分级是依照成瘾性、滥用性、社会危害性。如果说因为大麻这三项指标都比香烟还要低，就该合法。那顺理成章，很多毒品也该合法哎。就这张图，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大麻，它的生理伤害程度差不多是一分，药瘾依赖性大概是1.5分。最多支持所谓的大麻合法化的人，他就说：“哦，川龙哥，你看这个图，看起来科学研究结果，其实是比这个酒精跟烟草还要来得低的。哦，为什么这样子不要让它合法化？”大家也看一下，其实大麻在这边比它低的有摇头丸，有 LST， 甚至这个合成的安非他命都比大麻还要来得低。的确，看这个表可以合理推断，香烟应该列为二级，然后抖音列为一级。2016年，在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上，有人发起了大麻降级提案，希望政府修法，把大麻从二级毒品变成刑度较轻的三级毒品，获得超过5000人联署。但法务部的结论却是说，一般国民认知上无法接受，所以不予采纳。真的吗？我怎么觉得我的脸书同温层都很接受大麻合法？法务部，你是不是没有做全民调？开放大麻不见得是完全合法，让民众可以随便在路边吸。还有另外一种诉求，就叫做大麻除罪化。抽大麻被抓到还是要罚钱，但是不要把他们视为罪犯，因为一旦抽大麻有罪，就要出动检警调查、法院判决，最后关进乐戒所。整个过程其实很浪费社会资源。除罪化是在讲说，我们不要用刑罚的手段去对付这些使用者。台湾的乐戒所就是在监狱里面。成瘾是一个医疗问题，这样讲好了，不是毒品的烟，我们要戒烟是不是要去戒烟门诊？是。怎么会期待一个法务部矫正署跟医疗完全没有相关的单位，可以帮你戒除成瘾、毒瘾？这么高度专业的东西，我是不信了。如果是要讲说加入毒品这个小型创业的产业的话，它的确是一个快速的新创加速器吧。台湾乐戒所反倒助长了毒品犯罪，这毒贩的 EMBA 哦。全台湾人开始积极讨论大麻政策的时候，法务部没有倾听民意就算了，竟然在今年8月发了一篇新闻稿，只要你在网路上散布大麻无罪，就算是引诱他人使用毒品，最重可以判7年有期徒刑。哇、wow, ，我是不是来不及了？法务部那个见解就不可能会构成引诱他人使用大麻的要件。所以目前没有任何网红因为这个东西被定罪。没有，如果有任何网红创作者因为这条事情被收到通知书，那全部算我的，好不好？就是我免费帮你处理，就这样。感谢李金奇。这才是好看的惊奇队长。
但是美国对于反大麻宣导和教育的方式却截然不同。纽约市政府的网站有刊登大麻使用手册，里面就有像是将大麻与酒精或其他药物混合使用，可能产生不可预测的后果。大麻具有延迟效应，使用大麻的效果可能要4个小时才能全部感受。如果不到25岁，使用大麻会提高健康风险。这些都是台湾人很难得到的大麻知识。我们还在网络上找到一个研究多巴胺的影片。多巴胺数值越高，代表人体的欢愉度越高。呼大麻到底有多快乐呢？依照这个表，多巴胺有高达198，可是打哈欠就有50喽。这边暂停3秒，让大家打个哈欠，爽吗？有呼大麻1/4爽吗？我们继续往下看，抓痒105哦，运动140哦，打电动175，通过考试185。所以妈妈叫你不要打电动去写功课，是在为了你快乐。我们来看有什么比大麻更快乐好了，就是做爱，有200多巴胺。关于这一点，统神也认证。不然像我们这种人都是很想做爱，你知道吗？因为我们还在低层，你知道吗？人啊就是欲望啊，不满足啊。女人你做够多了才会想吸毒啊。我跟你讲啊，他们会吸毒的人都已经做爱做到爽死了。统神不只喜欢 gank， 还喜欢 fuck。做爱是真的有可能做到爽死。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多巴胺量表。250男性高潮，350女性高潮。你看政府都不跟我们讲这个，我们不需要吸大麻生活也能这么快乐啊。如果我早知道坠入爱河有750多巴胺，谁还会去吸多巴胺才198的大麻啊。我们来看这个表最高是什么，1000多巴胺，什么冰毒啊？好吧，反正你看这个表至少不会想吸大麻啦。美国的反毒是教育民众大麻的知识，但台湾法务部的反毒教育却不是这样做。我觉得不只是反大麻宣导，是整个反毒教育是要重新检讨的。反毒教育仍旧是不区分任何的毒品，那告诉你说，那今天就用了这一个 A 毒品，你人生就毁掉。那就跟当年性教育说，你们牵手就会怀孕，人生毁灭。那有降低未成年怀孕吗？没有啊，性教育都已经长大了。现在的反毒教育为什么还是长得跟20年前甚至30年前一样？20年都没变，到底会有多烂？看看台湾电视节目的主持人。其实反毒教育也不是都没有进步啦，像是我们找到一个反毒影片，很有创意啊。大家都叫我大麻，跟我在一起可以很随性。等等，我本来想要吐槽这个演员演那什么大麻奇怪角色，但仔细看之后，我不意外哦。我有太叽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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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积电，能，这是门平。不要这样对我，强尼，关掉。各位专心一点，回来看刚才的反毒宣导影片多荒谬。大家都叫我大麻，跟我在一起可以很随性，有飘飘然的感觉。那我们就像活在世外桃源，那里是只有你我的小世界。对不起，我没有吃素的习惯。哈哈，不吃素所以拒绝大麻。这什么逻辑啊？所以和尚都在吸吗？法务部的反毒影片不外乎就三种常见套路嘛：一、接触毒品变很惨；二、远离毒品，人生一片光明；三、拒绝毒品的10种方法。这个你要不要啊？不要，真的不要。吸毒是违法的，我不要啦。算了。第三招自我解嘲法。给你吸下不要啊？我不要，我不敢啊。怎么都训啊？太训了吧！我就是很训啊，怎样？讲了这么多，不管你现在多么支持大麻合法化，即使有一些科学报告认为大麻不是毒品，不要再把大麻跟犯罪做连结，不要将大麻污名化。但台湾的法律现在就是把大麻列为二级毒品。回到一开始我说的这一集的 A， 我想站在政府角度来解决问题。为了有效控管大麻，为了让民众不要再以身试法接触大麻，政府应该做的绝对不是散布恐惧或是禁止谈论，因为这些都会造成反效果啊。所以这一集的解法是要送给法务部的。你们以前拍的反大麻宣导影片都是垃圾，你们把大麻跟可怕做连结根本就不管用。正确的做法是要把大麻跟很不酷做连结。我们去洗脑年轻人，大麻都是蠢蛋在吸的。在社会上，我们去制造一个大麻很不酷的文化。所以
我自掏腰包拍了一支反大麻广告送给政府。你好，我是小李，我是这个校园里面最酷的学生。我是 Michael， 情场上最酷的玩咖。我是老康，我是人生最酷的主宰者。我是喜的那瑞玛雅，我是酷洛魔法师。我平常都一个人在图书馆读书。我跟你讲啊，全校的同学都怕我啊。女人没有把不到的，只有不想把的啦。现代人都是智障，只有我的选择才对台湾省最好。抽大麻，让我跟另外一个世界连结。哈库玛，哈库玛，救救我老公陈林九，我看到他是无辜的。抽大麻，让我成为校园里的风云人物。抽大麻，先钱给了没？抽大麻，让我把他最正的气纳了。少一千，抽大麻，三民主义，新中国万岁！别再落来加班啦！我在处理国家大事。羡慕我吗？一起抽大麻吧！羡慕我吗？一起来抽大麻吧！羡慕我吗？一起抽大麻吧！羡慕我吗？一起抽大麻！出来啦！好啦，大麻，大麻让我变得超酷。法务部免费授权给你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然后他家的猫生病了，我想先带他去看宠物谘商，想问他为什么不吃饭。后来隔天，然后我就问他说，哎，那个宠物沟通师怎么说呢？妈咪，我肚子痛不舒服，想要去看医生。不要乱用，超爽的！我要原地爆炸，臭婊子们！他妈给我这样子的！哇靠，这个人疯了！你有找到 One Piece 了吗？谁问的？谁问的？